早安，梦见出来喽。怎么去？别跳。别。阿水，看我。为什么？让狗狗来。为什么？让狗狗。他这样。让狗狗。等等哦。OK。我们昨天刚打完疫苗，然后今天就是要来记录一下家政妇以及兔爷在家工作的一天。然后呢，因为打完疫苗，其实我现在左手痛到了，就是整个手很酸软。好啦，等一下去叫兔爷了。太阳出来了，早安。早安，我爱你。早安，起床了可以吗 ？OK 吗？比个 OK。洗脸了，小狼已经把我设定好。对啊，这个 app 设定完之后不用设定哎、欸，这是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。你看兔爷这么懒惰啊，却这么勤劳用洗脸机洗脸，是因为这台洗脸机真的很厉害。它的脉动科技啊，可以提高循环、加速排毒的速度，就可以让气色变好。然后肌肤也是，因为它的震动跟它的细胶软毛啊。就可以洗得很干净，比手搓还要干净。尤其如果遇到兔爷这种这么懒惰的人啊，那个脸哦，不知道卡了多少的皂，怎样心虚哈？这个毛毛很舒服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重点是全机防水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边泡澡可以边使用。好发表，好你说。这个真的，我们拥有它到现在啊。从来还没有再充过第二次电，超神奇的哦！对，因为它官方是说平均每六个月充一次电啦，当然就是指一个人的使用。但是我们两个人这样每两天用，我们再用超频哦，每两天用一次啊。到目前为止，大概已经多久啦、啊？四个月了吗？差不多哎。前面那个细胶软毛啊，可以洗脸，它后面的同心波纹还可以按摩。就是达到紧致的功效，那对于30岁的我们来说啊，每一个的肌肤活化按摩啊，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它还可以消水肿。对，因为它按摩，促进代谢。来，过来给镜头看看。啊，好美哦，妹妹，想亲。刚刚这个洗脸记录拿三翻过来就有这个同心波纹，然后这个可以就是假如说你现在要那个上妆前不是擦保养品吗，所以就是它可以按摩你的脸，然后增加你保养品的吸收，这样的妆就可以比较贴，其实就是这样导入仪非常好用。但我不能擦，早上不能擦太多保养品，因为我会脸会油。但是你知道很奇怪，女生就是这方面特别奇怪，就是又干又油，就是洗完脸之后会干，后面又会油。上妆前真的很需要增加吸收。完成，孩子们，早安。这就是我的工作室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然后通常一进来呢，我都会很装逼的把坐灯先打开，就是有一些仪式感。然后我的猫基本上已经会坐在这边等我，等我坐下来。大家可以在这边瞧，这边是我最近弄上去的墙，反正上面就是挂一些我的耳机，然后放我的包包。然后除了这个进这里。之后开灯啊什么的，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，就是我要倒厨师机的水，还有花猫砂。
常呢，早上呢，我就是会先看一下昨天的 email， 因为就是我们公司其实晚上都还是会有蛮多 email 的。然后我的工作是在做跟生门比较有关系的，所以主要的话就是会看一下 forecast， 然后新的订单，然后或是这个月的量啊等等的，都是跟这些议题比较相关的。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我这个桌子，就是在家工作的桌子长什么样子。然后因为我们昨天打完疫苗，现在手真的超级痛。对，因为我的猫它很喜欢在我办公的时候就是跳上来，就是跟我一起，这是它跟我就是每天的相处时间。反正大概完成上午的工作之后，然后下午就是会开会，大家下午再一起来看。然后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出门，所以我们就先化了妆，然后晚一点会再出去。就每天都在期待，就是上完班然后可以出去，然后刚刚把事情做完就可以出去了。老公，你要给我做什么早餐？你期待一下那你当饼。好，你要吃几个啊？一个还两个？两个。大胃王。两个都是玉米吗？对，然后我还要什么？咖啡，黑咖啡。那你给我坐上吧。好，吉业你。方如老婆最喜欢的 Hello Kitty 冰块，我没有这么喜欢，好喜欢哦！大家都知道我老婆喜欢 Hello Kitty 的，我没有，开心。老婆喜欢 Hello Kitty 哦，没有。为什么你只吃一个，然后我吃两个，好像我是大食怪一样？吃饱才有力气上班呢，对不对？真的还要去睡午觉，傻眼。好，我是一个吃饱就要睡的那种人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1:30叫我起床。好吧。感恩。不睡午觉好吃亏哦。可怜。你就跟狗玩吧。好吧。那我就躺一下。去吧。可以。20分钟后找我。好，它是一只很特别的猫，它非常喜欢睡在纸箱里面。这个纸箱是狼特别给它制作的纸箱，这就是我的桌面。反正平常就是我会就是用这个笔电接过来这里，就是上班。这一台 pad 我是会拿来记录一些会议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是有一支笔可以把它写下来。然后对，上班就是这样子。那这其实不是只有我平常上班，那如果说平常如果有一些直播什么也是在这个桌子上，所以麦克风会在这里，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camera， 然后就可以直播用，就是这样啦。这就是我的桌面。刚刚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开会耳机，这两个耳机都是公司给，一个是蓝牙的，然后看我的耳机都会有这个就是麦克风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有线的。然后下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有一场重要会议，反正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个会议，然后主要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今天该确认的事情确认完毕，安排的事情该就是安排出去的事情安排出去，所以现在就是来开这个会。因为影片
回传了，只要影片好了的时候，我就要来工作。现在 YouTube 的封面是我在做的，所以你们看到的每一个影片的封面都是我做的。我现在要来做封面了，基本上呢，就是从影片里面截图啊，然后去背，去背完之后呢，再把它们合起来，就看到了封面。所以我现在要来去背了。去飞。OK， 封面做好了。我老婆交代一件事情，说要换猫砂，然后有一只狗在凑热闹。你干嘛？你要跟我换猫砂吗？那你不能捣乱哦，你要答应我。你答应我。好，这里，对对对对，坐好。好，等着哈。好了，我补完猫砂了。走，慢走，走走走走，慢起来，慢起来，走。兔兔，慢去，拿兔兔，朗朗也可以。你要拿哪一只？你要拿哪一只？我们来玩，还是你要萝卜？你要萝卜吗？萝卜要不要？慢去，要不要萝卜？要萝卜啊，好，老板萝卜。哎呦，你咬萝卜样子真可爱呢。你有觉得咬萝卜样子很可爱吗？有。这是你们的傍晚玩乐时间啊。对，每天都陪他玩上好几次呢。他是一只很需要消耗体力的狗狗。给我，来，慢些，来，坐下。看好，来接喽，来接。哟，现在很会接呢，狗狗。嗯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厉害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那是谁呀？有没有看到？小金狗万岁。嗯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的一天，就是在家工作的一天跟家政妇的一天，好不好？我就是疯狂做家事跟带小孩啊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喂饱家里的每一个口子，包括我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小狼说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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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说拜拜。对啊，看起来是个温柔的狗狗哎，这双眼睛看起来好憨哦。对啊，是一双很憨的眼神。